这些孩子的心中都有一段心酸往事。还想康复吗？我想。每次深入基层，他都带来孩子们的呼声。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落下。15年履职经历，几百条相关建议。我建议关爱特殊儿童即将播出。这里是山东省夏津县范楼小学，这所小学共有35个学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这个男孩名叫广玉。你这手这么红啊，是不是冻的？哎呀，在这写作业冷不冷？不冷。不冷啊。袁静华连续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从事特教多年的他一直关注特殊儿童这个群体。现在还做康复吗？不了。不了。然后在这上学的时候谁送你来啊？自己来？从家里过来的时候还想康复吗？不想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想康复啊？不行，在这里长大的退花钱。退花钱？退花钱？退时间。花时间。今年9岁的广玉读小学1年级，他会写字也会算数。那你这个会算吗？13减8等于多少？12、11、10、9、8、7、6。13减8。这样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却在1岁半的时候被确诊为小儿脑性瘫痪，俗称脑瘫。脑瘫的病变部位在脑，常伴有智力缺陷、癫痫、行为异常、精神障碍及视听觉语言障碍等症状。我那时候看着他，拎着他还不会走，站也站不好。你就说你是那种婴儿胎，到那么了，你说，哎呀，说是瘫痪，听着都接受不了。为了照顾广玉，妈妈放弃工作，全家人的生活仅靠广玉爸爸3000多块钱的工资来维持。半年前，广玉不得不放弃了康复治疗，回到了村里上小学，每天靠家人接送。怎么不寻思做了现在？这不是项目用完了那个，交着贷款的费用挺高的。像俺这种家庭条件也承不起。回来这大半年，反正你要不做这个康复啊，他就是还退步。对。你要现在也没一天走的好了。那个脚都有点变形了。按照关于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脑瘫肢体综合训练限儿童，3岁以前每年支付不超过6个月，3岁以后每年支付不超过3个月，支付总年限不超过5年。而一些康复救助项目也不能涵盖所有的特殊儿童，通常限定在6、7岁以下。这就使得超出这一年龄的很大一部分特殊儿童无法享受到救助扶持，广玉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以后不会走了怎么办啊？他怎么样不会走了就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了。到那时候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像他这种情况必须得康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身子也会沉，他到时他带不动这个腿走路。作为父母，现在也是觉得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吗？是，不知道能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脑瘫的康复治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有600多万名脑瘫患儿，并以每年不少于4万名的速度递增。新生儿脑瘫的比例从0.18%上升到0.59%。脑瘫儿童的治疗一般在6、7岁之前需要大量费用，
主要用于康复训练和辅助药物。之后，康复费用、药物支撑会相对少一些，但仍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康复训练。实践证明，这类特殊儿童的医学康复治疗，如不能坚持到成年期，多会前功尽弃。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病，它这种病是长期的一种，咱靠康复师来给他做辅助的这种按摩呀，这种，所以说，三五年不可能完全，我这个孩子脑瘫完全好了，走路我这很少很少，大部分孩子是需要一个长期康复。在全国人大代表袁静华的调研中，像广玉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由于各种原因根本没有条件到城里进行康复。通过深入基层的调研，袁静华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脑瘫患者。其次啊，这是我们那个全国人大代表袁静华袁阿姨。喂，哎，阿姨好。阿姨好。你好。天赐好。这口热呢。悟空俺帮俺媳妇。哦，悟空。悟空。哦，孩子叫他自己。叫他自己。哦。这个我看孩子他妈是不是也精神不正常。精神不大像。哦。看看你这腿也不大好。腿要你那个手要腿一般人都不行。哦，你那个手也有病。这是盲病造成的，怎么可能是脑瘫？天赐今年8岁，3岁时被确诊为脑瘫。天赐的爸爸也同样是脑瘫患者。天赐奶奶说，明知道自己儿子媳妇这样的结合有风险，但还是坚持生下天赐，因为他们希望在百年之后能有个健康的孙子可以代替二老照顾儿子。可是没想到孙子天赐的到来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哎，别哭啊，别哭，咱共同想办法啊。孩子这种情况啊，实在太难了。你看过了，咱共同想办法，共同想办法啊。小脑瓜儿，我是对呀，你看多好这孩子，哎呦，他这个这么聪明的孩子是吧？咱小脑瓜儿，我是就是，腿不行。难死了。两种孩子，一个是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啊，就是也没有救助项目了，这样的家长就是想出去打点工，也就得准备把孩子放弃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义务让他家去教他，别让孩子反弹啊。再另一种孩子是家庭特别贫困，而且家里成员还残疾，父母残疾或者是一方残疾，没法出来陪着他来上学，有这个也符合我们的救助条件，我们也是义务的给他去送到家。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落下。从事特殊教育20多年的袁静华深知，对每一个特殊儿童而言，康复与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我知道一个孩子康复好了以后，经过康复以后他可以完全过正常的一种生活，但如果说他不康复不上学的话，将来孩子一生后半生真是难以想象他将来会怎么样生活。今天提的建议的国家加大对中重度残疾儿童这个保障机制，这个救助的保障机制，而且延长这个年龄段。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特殊儿童可以得到国家的救助，孩子们在逐步恢复之后，随之而来的融合教育问题也引起了袁静华的关注。现在咱国家提倡随班就读，其实作为特教学校也是希望孩子能够随班就读，家长也希望随班就读，但现在随班就读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这个孩子没有鉴定机构，说是哪一类孩子现在出现一个矛盾，学校呢不愿意收，家长呢非要去学校。确实为什么不愿意收，因为他不懂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彤彤今年7岁，8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为神经性耳聋，14个月时做了人工耳蜗手术，2岁进入特教学校学习。经过训练，4岁的时候，彤彤已经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交流了。建议孩子往那个
正常孩子环境去，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孩子也能接触的正常孩子语言嘛的也丰富吧，能多接触这种孩子对他比较好，这么着咱就出来找的幼儿园。可是在选择普通幼儿园的时候，彤彤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因为孩子毕竟他跟正常孩子不一样，带着耳蜗，一是呢老师挺麻烦，另外孩子你看摔着了碰着了还有危险，老师的责任肯定很大，所以好多幼儿园都不愿收孩子。那时候也是觉着可难受了，孩子终于是在那个育训学校育训出来了，该着上幼儿园了。彤彤终于可以从特殊教育学校出来，和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可是有一些幼儿园却不接收。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下金县中心幼儿园接收了彤彤。实践证明，随班就读不仅有利于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更有利于他们获得适应社会的基本经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然而在调研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袁静华了解到，特殊儿童随班就读还存在一些难题需要克服。这孩子因为咱现在招收的聋哑孩子是吧，对对，将来可能自闭症的，我们呢也有要融入，家长也要求现在想进行融合教育。还有自闭症的，还有其他的脑瘫的，他从身体上也有，从心理上也有问题。这方面就是说，如果说招收起来是不是也顾虑挺大的，还有你希望怎么去做呢？我作为我们做幼教的来说，当然是想跟更多的孩子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和让我们的爱去让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但是对于这种特殊幼儿来说，我们还是真正的欠缺这种专业的这种评估和鉴定。我们希望就是孩子在入园之前呢，有一个这样的机构给了我们一份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鉴定和评估呢。我觉得咱学校是不是也需要那种巡回指导老师，就是像做特殊专业的，然后咱这个幼儿园有多少这样的孩子，然后建一个巡回指导的一个团队，包括就是在孩子入园之前，我们都希望对这个家长可以就是在哪里，或者说是经过这样过的培训呀，或者有哪些老师对他进行哪样的一些引导啊，然后来了以后进行一个对接，后期才会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巡回的指导呢，会更好了。对对。袁静华认为，目前随班就读学生的确定主观性太强，缺乏科学性，同时普通学校针对性教育的软硬件条件依然不足，教育质量也无从保障。全国的范围之内，我进行就说也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是家长要去学校拒收，学校有拒收的理由，家长也要去，你要零拒绝。但是说这种矛盾是有的时候进去以后不一定对孩子好，这样我就建议有一个评估机构对孩子进行评估，看看这孩子到底是中度啊、轻度啊，还康复的达到哪个水平，是不是符合这个随班就读的这个条件了，然后由这个机构再确定他你可以随班就读，这样也减轻了这个矛盾，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孩子负责。今年已经是袁静华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第15个年头了，每一年袁静华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建议来帮助特殊儿童这个群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我2013年提的建议，2013年一共提了20多件，26件，其中这一件就是对脑瘫儿童这个治疗纳入这个医保范围这个建议，因为当时是卫生部倒是有一个国家9项的纳入这个康复项目，但没单独说是脑瘫儿童9项。后来2014年就开始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后来这个建议呢我也就接着跟踪，2016年的时候又增加了20项的报销项目。这个建议是答复的也非常好，也非常满意，而且是对这个脑瘫儿童的治疗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2014年您提了哪些建议呢？2014年我们提的这些建议也有罕见病啊，还有这个把那个这个残疾儿童这个耳蜗纳入医保报销，所以说也是类似和这个残疾孩子有关系的，也提了21件，这4年提了9多件。2017年3月5日，在12届全国人大山东省代表团驻地，
袁静华还在进一步完善他的建议和议案。写了7个议案，14条建议，有20多条。现在我们是按议案在签名，签完名以后呢，我们就然后再通过我们会务再报上去，然后再审核以后才能确定。袁静华这14个建议都是与特殊儿童康复教育有关。通过深入基层的调研，他认为医教结合才是最适合特殊儿童的方式。但是目前医教结合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国家这种教育体系啊，这个体系还没建起来，光口头上提到医教结合，还没真正的结合起来。医院说医院的，这个孩子上学校呢，又是分那个属于教育部门主管，还有残联部门管理，学前是残联，义务教育是教育部门。那建医院呢，医院这一块呢，又是卫生部门，再加上这个如果说走上报销啊，又是那个人社部门，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部门来整合这些资源。我就建议国家建立一个这个残疾人康复办公室啊，或者协调小组啊，然后真正的把这些部门统一起来，然后建立一个统筹起来，组成一个单位，然后这样就说这些个机构呢，来为这些孩子真正的走医教结合这条路的服务，不能自己说自己的事儿，这样永远都融合不到一块儿。从16岁开始从事特殊儿童教育工作的袁静华，用25年的坚守，把自己的命运与特殊儿童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为他们撑起美好的明天。我觉得只要是父母坚持，我们坚持，我们会努力地挖掘孩子的潜力，这样呢能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在我们这儿也能给孩子一个找到一个谋生之路，将来他也生活得有尊严。